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作曲者钟宏远。今天介绍这首曲子叫做《风问茄东》。哎，昨天天清晨我就到森林里面去散步了，那绕很久，然后绕到那个步道，然后走到道路上，然后从山的那边又绕到后面那一个山路，远远就看到一个老老的一个背影，我好像很熟悉。哎呦，竟然是好久不见一个老先生。陈先生啊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在做什么啊？”我的烤草了，哎，拔草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这边有一些树苗啊，就即将要长大，是他们热心种的，在路边边的休息区。他就问我说：“周老师啊，这些树要多久才能够长成硬啊？”我说大概8、9年吧。他说：“哦，那我可能看不到了。”哦。他已经83岁，我马上回答说看得到，看得到，风都每天来看着他，你我也来看他，我们就来算日子。等他长硬的时候，我们坐在路边又可以聊天了。所以风每天就会来，难道当我们不在，风会问哦？问这个茄东，他们年纪到底有多大？他大我8岁，我70。所以说，这两个老先生在山顶碰面，就很自然的，我就写着他种茄东树，他在树下拔草，等待树长高的那个过程。我就讲风在问茄东，来写这首曲子。我们请刘老师来现场演奏，给大家分享。欢迎。Thank you.